小腿肠。哇塞，老铁们，哎呀，太香了！不喝点酒就对不起肉啊。哎呦我去，太香了，老铁们，我先弄一口，那你瞅瞅。嗯，这是炖的，连盐都没放，味道正好，太香了。嗯，火候特别好。哎，我先弄一会儿，炸肉，蘸点汁。嗯，哎呀，肉好吃，汤更好吃。不行，我要咱米饭浇在汤里。哎呀，这汤太对了。哇，这饭太香了。嗯。饭比肉还香，我感觉。啊！哇！啊，这口太大了，哇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啊！啊！不行，再弄块肉，咽不下来呀。哎呀，不行，下手吧。哇！哇，太爽了！嗯，哎呀，太爽了！啊！啊！嗯！啊！嗯！来，米饭。好了，老铁们，哇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撒点香菜。光吃五花肉也不行了，买点，买小鸡腿熏的，下酒菜。哎
的这熏鸡腿还没我熏的好吃呢，啥味儿没有。嗯，开始吃肉了。太香了，清清口。哦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，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哇塞！哇！喂！吃一半吧。这一个22斤，27斤，这个27斤，哇，炖了这么半天，哎呀，实在太香了，来一份。我吃嘛，这肉啊，直接吸就行了，太带劲了。同学们，看看这小肉，哎呀，真得！
哦，老铁们，干了！哇哇，猛哥，哎呀，爽！这不又喝醉了吗？是吧，老铁？看娃都出来了，天天吃肉还溜呢，费半天劲。好吃啊，这颜色老抽稍微放有点多，颜色有点重，但是啊我看着其实挺好，但拍出来是效果不太好。很软，我都不敢使劲，一使劲就折了。这个肉啊，煎了一下。这个口感特别好，然后下边这个肥肉啊入口即化。太贵了。哎呀，这个腻吗？不腻，这个可比三文鱼好吃多了。哎呀，我就是个烧包，我操！过瘾。别吃了，应该上点。我好饿了。我还想吃肉夹馍呢。好，我吃最后一块什么？馋死了。啊，媳妇不让吃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吧，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来吃会儿吧。
看着就爽。老铁们，把子肉咱们已经做好了，然后一个老铁给我留点啤酒，哇，这个啤酒是真不错，你看这个泡都在挂杯的。咱们先来口肉，等一下尝口啤酒。看老铁们，哎呀，这个肉没有炖太软，咱们先尝尝味道吧。哇，到位啊，老板啊，给咱改刀有点厚，如果肉再薄一点效果会更好。所以他不说来个啤酒，哇哇塞，太棒了，这酒非常醇厚，喝到它喝到嘴里啊，真是特别棒。这个麦芽味我感觉特别浓，挺棒。看老铁们，看肉，哇，这肉啊，我都没放盐。就是火小点儿，哇，哎呀，咱来点汤，我最喜欢吃这种拌饭了。哇塞，哇塞，无敌了！哇！来碗饭。
太爽了。这个酒啊，劲还不小啊。汗也出来了，因为我本身我一喝酒就出汗。哎呀，出这么快啊今天。好了，老铁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就转发、评论、关注，再见哦。